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爱上运动小院。上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开箱了三个解压玩具，然后呢，粉丝们对于这几款解压玩具非常的感兴趣。那我今天就一个一个来给大家测试。先来这个疯狂对对碰。那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，就是我和爸爸随便都摸一张牌，然后呢，谁先找出两张牌中一模一样的图案，谁就赢了。然后那个赢了这个人就把这两张牌一起拿走，归自己的。到最后牌最多的那个人，妈妈就奖励100块，100块。来来来，我们输。那怎么分？你一张我一张，发牌呗。爸爸来发吧。你一张我一张。觉得这个游戏三个人也是可以玩的，因为孩子他不会玩，然后妈妈也在拍视频呢，只有我和爸爸。我来数啊，一二三，出牌。错了，好，归小院。什么呀？爸爸还没反应过来。好，第二个，一二三，燕子。好，再来，一二三，成功。哎呀，又归你了。再来，一二三，哎呀，怎么你那么厉害？一二三，你这个纸都给你弄坏掉了。哎，这个有点难。这个没有。啊，还有没有的？嗯。Hello。一二三，这下真的没有了。那这个。一二三，这是。哎呀，又是你赢！一二三，强强。哎呀，特子爸爸反应快！一二三，鸡。一二三，桌子。支持几句，支持几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哇，一二三，好，领路啊！哎呀，你们两个都不分上下，有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呀，我们比赛结束了啊！大家数一数，这是100块钱决定胜负的时候到了啊！你是多少张？25张。小月，你是多少张？29张。他们胜利了，是你，耶、yeah! ！好，100块钱给小月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要结束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疯狂对对碰好玩吗？我太激动了，差点就把桌子给拍烂了。我觉得真是太好玩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哦。